一直要跟大家说，无常能分分秒秒啊，平安过来。的确，我们要从内心的真诚说感恩，这分秒的感恩就是最虔诚的念佛。因为呢，我们分秒钟就能觉悟无常，无常啊就是变掉了，大自然的增长的灾情，人增长的意念贪念那样的无明大风，这都是人类不断在增长破坏。有的时候想到是真担心啦，要哪个回头回来欢呼心啦。我说我自己回头回来欢呼心，我就会想啊，反正自己年纪也大了啦，那这天下灾难偏多，越来越密啊，反正家己年纪也大了，那样的大灾情啊也很快就跟我无关了。但是呢仔细再想，哎，我去了我还是会再回来啊，那我再回来是几年后的感觉，那人间啊很快就知道啊，是在逃难吗？人心不调和，这种人世间越来越来啦，是人祸天灾会更密集，要怎么办呢？还是要提起，我们要勇敢，增长慈悲，还要呢勇敢呢增长力量，不要想年纪多少，要想我还有多少能力去付出，我还有多少脑力能分析现在的人间，我还有多少力气可以说话，分分力量就要把握时间，分秒钟自己的能量能付出多少，不要让它空过，不要让它消费掉，废掉了我们要分秒把握利用。所以真的天天我都要说感恩，只要分秒钟还有力量还有生命还可以分析，那一种普天之下心灵呢所感觉应该要呼唤的，就要把握时间。这个时代真正的死了，大自然的反扑了，以外呢幽灵反扑，幽灵那就是众生啊病从口入，那病从口入呢是因为呢伤杀动物，为了嘴巴进口中呢几秒钟的感觉的口欲，所以呢吞噬了许多的动物命啊。大
家静下来想一想，到底自己已经呢荤食吞食，吃粗的啦，吞食啦，偌侪动物的性命，这有性命，它众生命，这有轮回哦。我们人死，那哪无为先积德啦？来生也许是在动物的一只，那一天呐、啊，看到了常住师父有几位，就捧了一只鸡，这么小，那它很漂亮。我问说。啊、你是怎么抓这只鸡啦？因说在路人捡的，养它，照顾它，而且呢，给喂食本草饮。从那样的病恹恹的小鸡，捧来给我看了、啊，好漂亮，长不大的，这么小，萌哦。很漂亮，这也是众生之一，它是动物，这么可爱的动物忍心吃它吗？我们都是闭着眼睛、啊、总是呢爱吞食，这嘴巴里呢所感受的欲口欲、啊、所以我们现在啊人人要戴着口罩，这就是大灾教义呀、啊！何时能脱离口罩？要人人要觉醒，要忏悔内心啊，要觉悟啊，把这样的道理，吃的大道理，大灾。实事，这家是真大，人呢都、就是为着家，家是人生的一大事。那人生的一大事啦，总是造成了人间的大劫难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人类真的要大觉醒、大觉悟。看到天下这么多的灾难，地水火风灾情，大家新闻上去看都很清楚，那应该要联想到了人，人如何生活，如何制造出了这么污染的气候，让这个气候呢成为不调和，所以啊，大自然它反复啦，这都是人类长时间的累积累积。现在啊，这温度了已经不断不断的升高，热啊，地底下呢水也一直一直减少。到了缺水，所以我们要忏悔呀、啊。总是呢，要人人用心，用心在日常生活中，更要用心呢，在分秒中，咱爱真用心体会咱的日常生活，跟咱拢相关。不是说、啊、我一世无精一事无精，其实呢在生命在世间行行都跟我们有关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用心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安怎把握生命分秒呢，对人间有益，用爱的能量
去付出，所以人人都有力量，讲话也好啦，动作也好啦，无不都是呢往善的慈善哈，积善啊一直积，也那是一点啊无拄好，那恶念起啦，动作错误啦，那就是恶滴滴精，总是呢我们把握现在，真感恩呐、啊，咱都在佛法中，所以呢，大家人爱好好体会佛法，把握生命，那多行善，多做好，那祝你平安呐、啊。